蔡洁喺今次《法证先锋录》再度饰演法医 Doctor Fan， 今次要延续 Doctor Fan 嘅故事，佢就话同第一次做呢个角色嘅时候感觉好唔同。不过佢好快就入到戏。其实咧喺工作，其实我系比较，我会比较果断啲嘅，即系喺做起嘢上嚟咧，又会好似用完嘅精力咁样啦。咁我将呢啲工作上嘅态度系放咗落去 Doctor Fan 身上啦。他在《法证先锋五》和关楚耀上演了一出绑架案，这一幕令观众印象很深刻。不知道今次他和关楚耀在剧里面又有什么火花呢？我跟阿关这个新，即是新的另一个人来的，跟他怎样去发展，在那个一开始觉得冇乜嘢啊，就係、是、一個生得一模一樣嘅朋友咯。但係慢慢咧，發覺原來唔係咁簡單嘅喎。我只可以話今次我都會再次瞓上去解剖台上邊嘅。今次拍《法證先鋒錄》，蔡潔已經係第七次同緋聞男友 Bosco 合作啦。佢哋兩個發展成點先？其实我哋都唔知点解会传呢个绯闻，咁就一路都系好好嘅朋友咯，咁就系好好嘅拍档咯。佢系一个好体贴嘅人嚟嘅，佢就会煲汤俾大家饮啦。咁呢个就皆知巷闻噶啦，煲几厨房。蔡洁就话自己好佩服 Bosco， 一直都向佢学习紧，对佢赞不绝口啊。我仲记得第一次合作，佢就已经整断咗只脚，但系佢嘅即系依然系好乐观咁去接受嗰个状况，我已经好佩服佢嘅嗰时，觉得哇，即系果然做得大佬都系有原因嘅，都知道佢除咗拍戏之外，有好多其他嘅工作啦，自己嘅生意要兼顾，自己嘅 inspiring 就系、是、即系一个即系一个咁成功嘅人，佢都咁努力，咁我自己都要更加努力咁样。咁講啦，唔好成日讚，淨係讚佢。其實好多人我都覺得係值得學習嘅，唔單止係阿波波嘅。咁但係你就如果問翻佢嘅話，我覺得佢就係無時無刻都會用一個輕鬆嘅心態去面對所有嘢咯。讀電影出身嘅蔡潔仲未放棄做導演嘅夢想，佢早前就以自己嘅小説為藍本，同本地漫畫家曹志豪合作推出漫畫《八一》。佢就话想将呢个故仔拍成电影，不过如果做导演就未必会出镜啦。佢又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全能艺人，朝住张艾嘉同吴君如嘅方向进发。